做这工就规叫因帮敲掉牛吊吊，搁做牛吼，搁、哦、做牛。啊，阮做牛，我到底现场做，阮在边啊做做牛地，咱在体谅啊，体谅在边啊四机在边啊做，才无到十二米，所以做好搁吊啦。咱就一定要有一个吼安全吼，诶，叫牛啊，咱好，咱的乡亲时代才会当便利啦吼。啊，因为呢，这好高桥吼发生啊，哇，因为重车碾压以后啊，破了一个大洞，咱把迄个破迄坑啊封起来，但是边啊咱的吼。汽机车还是有留一个通路给大家了哈，我们大家都非常重视地方的发展，也重视我们所有乡亲的声音了哈。啊，今天你就感谢大家嘛，拥有出来哈，啊，有给我们听顶领顶哈，这个岗顶的品质。身为富安村的一份子哈，代表村民非常感谢哈，县长以及县政府的团队哈，在对于一组县这个富安壕沟桥的破损哦。啊，造成交通不便，啊，快速的把它完成哦。咱非常感谢啊，咱管副管长啊，对后安壕沟桥的用心啦，啊，你变是真安心啦。啊，非常感谢我们的县府团队这么快速的动作哈，来把我们让我们的乡亲哦有一个交通很好的流量大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交通可以行驶。